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切卖菜》，表演者孔云龙、冯阔阳。给您换一场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。是啊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呀？刚才那个节目我也会。哎，别别别别，我不会这个，我不会。我教给你。哎，我不学，我脑子笨，我不学这个。太坏了，因为演员呢一上台呀，首先都有一个规矩。什么呀？首先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鞠一个躬，礼貌啊。这不是说得罪谁了，嗯，对我们亲爱的观众衣食父母，对，一种尊重。没错，观众朋友们的鼓掌欢迎，是，这是对我们演员的尊重，最大的鼓励，礼尚往来。是，但是你别小看这个鞠躬哦，不是说演员往台上一走，嗯，到台口这撅着就完了。哎，撅着，不是，这有规矩，这鞠躬还有规矩。当然了，鞠躬的时候啊，这个眼睛得瞅下面，看下头。嗯，瞅下面。嗯，抬头再看观众，再抬头。嗯，鞠躬的度数啊是在45度左右，还得有规定的度数。嗯，演员上台也得精神。是啊，那你注意了吗？我感觉这都是约定俗成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那这样，那咱们来一回试试，来一回，你看看是不是这程序。您来回我看看是不是这个规矩。好，好不好？嗯，来回试试啊。好，嗯，咱瞧瞧这个。嘿，看观众，真不错啊。衣食父母，鼓掌欢迎，对我们演员的尊重。没错，这是规矩，眼睛必须瞅下面，必须看下头，必须看下面，不能看别的地儿。看别地儿不成，您要看前头，给观众一正脸，这不更好吗？这，哦，你这意思就是鞠躬的时候是眼睛瞅头里看观众，跟观众交流一下，衣食父母啊，你绝对不好看，也不见得，就是，咱们来回试试，您来一回，这是你说的，咱瞧瞧，你瞧瞧，好，差不多，哎。这是鞠躬啊，这个这是杂技顶碗的。哎，好，杂技都上来了，怕碗掉了。不是，不行，但是这个演员呢什么都得研究。对，有人说这演员的肚那叫杂货铺，有这么说的，尤其是相声演员。是啊，多知多懂。哦，你看我这人就好奇研究。您呢？而且我研究的跟他们研究的还不一样。您这是，你看刚才那两个人哦，研究这个植物学。植物学，植物，不对，我不研究这个。您呢？我研究咱们北京的这个民俗。什么民俗啊？老北京民俗，你比如卖菜的。卖菜？哎，我最近就好奇研究这个。这卖菜的，嗯，就是摆个摊儿，2块一堆，5块一堆，这研究什么？您说的是现在卖菜的？是啊，我研究的是过去老北京卖菜的。还老北京卖菜，跟现在卖菜的不一样。您说说怎么不一样？我把过去老北京卖菜的分为三种。哪三种？一种是走熟街的，嗯，一种是欠卖菜，欠卖菜，嗯，还有菜油子，就这不一样。三种是啊，那一一解释一下吧。您先说说，先说这走熟街的。好，这真正做小买卖的，嗯，早上起挺早，把菜洗干净得了，好，装在筐里面，那菜看着特别的精神。捯饬的也干净利索，好，担子挑起来，嗯，串胡同去卖菜去，都这样，就这几条胡同来回的转悠，哦，其他的胡同不去，都不去，街坊四邻还都熟悉，是，到点人就卖完了，到点人就出来，没错，哎，不这个缺斤短两，好卖菜的，真正做小买卖的，没错，这是走熟街的，嗯，还有一种呢，就这个菜油子，这菜油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菜油子可不指着卖菜挣钱。不止卖菜，指这张嘴挣钱，这跟我们说相声的一样，不，跟说相声的还不一样。怎么呢？他那个嘴呀，比说相声的嘴还能说。
比说相声的还能说，能把死汉子说翻了身。嚯，就这么厉害，这上火葬场合适？这个就这么厉害，真的。您给说说这个，举个简单例子吧。也是早上起来，早上捯饬干净利索的，是把菜都洗干净弄得了。装在筐里面，对，担子挑起来，好，扛在肩膀上。颤颤巍巍的，都这样吗？倍儿轻省。哎，您等会儿，倍儿轻省。哎，这菜都担起来怎么还轻省啊？对，一般这卖菜的担子死沉死沉的，他这个倍儿轻省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这个菜呀，品种挺多，但是数量少，菜少。为什么呢？是啊，因为他这个菜不是说什么人能卖，还挑人。哎，分人，卖给那些个外场人、好财买脸的有钱人，好面子的。比如早上起来是挑着担子串胡同去，打胡同里出了一位，穿着西装，戴礼帽，大皮鞋，气派，拄着文明杖，呵，出来遛弯来了。好啊，这个刚一出这胡同，这个菜油子瞧见了，看着他了，一看这主，绝对有钱，穿的就讲究啊。把担子放下，紧跑两步过去，先请安后作揖。我这么大礼数，大爷。您好啊，问好，尊称都这么说。大爷，过去嘛，老北京嘛。您好啊，今儿周日休息，没什么事儿，出遛弯来了。瞧您这个精神，看您这个气色，可是越来越好了。会说话。最近听说您新开一买卖，嚯！我这给您道喜，太好！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买卖兴通四海，财源茂盛，达三江。都是吉祥话，发大财呀！好，另外来说还得给您道喜，还有什么？前些日子我瞧见大奶奶了，身怀有孕了吧？怀孕了，得有七八个月了。哟，我看都显怀了嘛。大的不出三个月，是给您添一位大少爷，喜上加喜。我都给您道喜，呵，您道喜，真会说话啊！我这个人呐，不太会说话，这还不会说？为什么呢？前些日子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，得罪大奶奶了。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奶奶有些日子呀，没买我菜。是啊。这样，大爷，您回去跟大奶奶说，我这个说话有什么道不道的地方？是。您别让她这个见怪，好不好？我这人不会说话。好。您回去跟大奶奶商量商量，以后呢，让她呢还买我的菜，我这小买卖还指望您照应不是呢吗？我谢你，我这谢你。这真比说相声的能说。您想啊，大爷一听，这没别的意思，这就让我买他的菜，让您高兴了。人家这么客气，不买不合适了。就是，买点吧，买点菜。问他，啊，问什么？有辣椒吗？要买辣椒。随口一问，有就买，没有就算了。就这样，买菜的一听，要买辣椒。是啊，这时候，开始行骗了。还行骗了，也不说有，也不说没有啊，说出一句话来，让您心眼里听着那么高兴。说什么了？辣椒啊，啊，早就给您预备了。嚯，主位听听，让谁听谁不高兴啊？就是，早就给您预备了，专程给他准备的，心听着就舒服。大爷一听高兴啊，对，来俩辣椒吧，两个辣椒，俩辣椒，是。得嘞，您等着，我给您拿。服务态度多好，这在筐里捡了两个辣椒，挑着最好的，好的，在身上擦了又擦，蹭了又蹭，瞧瞧，蹭得锃光瓦亮，哦，双手捧着跟帝国宝似的，讲究啊！大爷，拿家炒吃去。还这动作？大爷接过来一看，是，嘿，两个辣椒倍儿鲜，倍儿嫩。好看的也挺好。多少钱呢？问价。哎，大爷，他们还提钱呢，提钱咱就远了。两个辣椒哪儿赚不来您这钱呢？没关系，拿家炒吃去，吃完之后再上这儿拿来。不要钱？不，那可不行。是啊，你这是小买卖。嗯，照你这样，来主不给钱，来主不给钱，你这小买卖两天就得黄了。有道理。给钱，我又不是没钱，对吧？是，喂，大爷，您要说这话，咱就远了。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前些日子我在大街上卖菜，赶上下大雨，
没地儿躲，没地儿藏。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走到您家门楼子底下，我在您家门楼子底下，我避的雨。您家老太太还出来了，给我端了一碗热茶。哎呦，还问我冷不冷？非要上屋里呢，给我拿件衣服。贴心呢，您说您家对我多好？就是两个辣椒不能要钱。对，大家炒吃去吧。好，大爷仔细一想一琢磨，这可不成。怎么呢？大爷估摸着啊，这个人呢，可能啊，拿我呀，当那个占小便宜的人了。没准儿，咱可不是男人，就是咱有钱呢。有钱不行，我得给钱。哦，你要是不要钱的话，那这两个辣椒我也不要了。没错，一说两个辣椒不要了，卖菜的脑子飞速旋转，起飞至包，包、哦，大爷，我佩服你。您是、啊、您是这个，您不是爱占小便宜的人呢。对，这样，大爷，您要是非要给的话，那我就收着。是，我收可是收，我收您个本儿钱。哦，不挣的钱、哎。我要是多收您一分钱，是，我是兔崽子。哎，这比喻不太恰当。你要是还价，怎么？你是土鳖。哎啊啊啊！这像做买卖的？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大爷，两个辣椒找您不多要哦，您给7块钱。哎，俩辣椒7块钱。大爷一琢磨，是啊，你这什么辣椒啊？这是太贵了。大爷让您问着了。嗯，这辣椒不是本地的，怎么打国外空运过来的？也就是您贵人吃贵物，换了旁人闻他都不敢闻。您要是没钱没关系啊，嗯，没钱拿家您炒吃去。没钱不用给了，大家扯着还这么说。你想，大爷能不给钱吗？就是不给钱成土鳖了。哎，提前设好的套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话都呛到这儿了，那你给钱呢？给钱，打兜里特不情愿的掏出10块钱来，10块的递给那卖菜的，赶紧找钱收着吧，快点。嗯，卖菜的接过10块钱，不着急找钱，怎么呢？那3块钱要是找给他，算着卖菜的没能耐。还不找人钱。大爷，跟您说啊，早上起来您这是头一号买卖哦，兜里没带零钱。您说我拿钱上银行给您换去，耽误您时间不是？也是，您时间多宝贵啊。嗯，这样吧，您看这韭菜多鲜亮，您来3块钱的韭菜拿俩炒吃去，好不好？我给您做主了，我给您做主，您等着我给您拿。他做主了，一根两根三根哎，那家炒吃去。哎，1块钱一根啊！大爷也琢磨，好贵的韭菜呀、啊！就是啊，两个辣椒，3根韭菜，10块钱。哎，太贵了，这个。这还溜什么玩意儿啊？嗯，回家吧。一肚子气，拿着菜就回家了。是，走到家门口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心里这不痛快，不舒服，想回头骂着卖菜的。是啊，卖菜多机灵啊！啊，这他心里不痛快。把担子挑起来，紧跑2步过去。大爷，您还要茄子呀？哎、不要了。2个辣椒，3根韭菜，10块钱，这么大一茄子，不弄100呀、啊哎？好，诈骗来了这。回家，刚一进屋、哦，大奶奶瞧见了。是啊。哟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不出去遛弯去了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财迷呀、啊？嗯，哪儿捡的菜呀、哎？啊，捡的，花10块钱买的、哎。好，怎么这么贵的菜呀？是，甭提了。嗯，刚才一出门啊，碰见一个缺德卖菜的，过来之后又请安又作揖，说了一通的好话。哦，我一想，人这么客气，不买不合适啊。当然了，买了吧，2个辣椒，3根韭菜，10块钱。那、哎、怎么花的钱？炒吃了吧。这炒吃了，那你瞧这怎么炒吃了？那不够也。得了得了，咱那甭跟他置气了，嗯，咱坐这消消气吧。对，歇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那个贱卖菜的来了，完了之后咱凑合一顿就得了，行不行？您等会儿，嗯，这什么叫贱卖菜的？贱卖菜的呀，就是这个窃卖菜的。窃卖菜，就种地的农民哦，光会种菜的，不会卖菜，是吗？给钱你就拿走。不，您给说说这个。这么一人，刚说的这个贱卖菜的这儿。怎么窃卖菜的？嗯，刚说到这屋里面老太太听见了，老太太拄着拐棍就出来了。哦，儿媳妇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别买那窃卖菜的，那窃卖菜的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招人生气，
前两天跟街坊四姨还打起来了，真买切麦菜的听话啊，听没有？嘱咐嘱咐，您老人家甭管了，等会儿卖菜来了，咱就回队就得了。对，您上屋里去吧。把老太太让屋里去了，请到屋里。正说到这儿呢，外头那个切麦菜的就来了，这就来了，推着车，就独轱辘车呀。以前卖菜都这样吗？独轱辘车推着大车，一边推呢一边还吆喝，他吆不会吆喝。是啊，说话垮了吧唧的，外行人呢。嘿，您说说，一摇起来就这味儿的。什么味儿？推车。叶兜水的倭瓜，倭瓜，蔫呆的黄瓜，好嘛？你说那黄瓜都面了，那谁还要啊？就是这倭瓜也不行，一窝是嘛，正吆喝着呢。大奶奶出来了，一推门一看，我切麦菜的，是要不买了，回去了。可是，一想又出来了，不买吃什么呀？赶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买点，买点吧。对，就叫他。嗯，卖菜的，叫他。哇！你看什么了？这是，那么大声干嘛呀？就是，过来。哦。哇！老一惊一乍的，这个别把菜挖防他了。哎，过来。干什么呢？我去。我过去你没啊？哎。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过去你买啊，为了过去你不买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咱们多废话呀，过来买点菜，不买菜不叫你干嘛呀？就是啊，你看看你这人买嘛你说呀。有辣椒吗？还买辣椒？我说你这个娘们儿脑袋进水了。娘们儿都上来了，我推着一车不全都是辣椒吗？都是。你要啊，你要都进你了，不够菜园子给你推去。嚯！大奶奶一听太不会说话了。就是，得了，我也甭跟他置气。嗯，过来吧，买点辣椒，买点菜得了。这时候才把车推过来，才过来。你要多少钱辣椒啊？哦，大奶奶聪明，刚才买菜吃亏了。是啊，这回不能吃亏。怎么？这回我少要点。有道理。给我来一毛钱的辣椒吧。就一毛钱的。一毛钱最少给一个。那当然了，没有说卖半拉辣椒的吧？也没人那么卖。一毛钱辣椒吧。嗯，多少钱？你要一毛钱辣椒？嫌少了。你吃得了吗？哎，一毛钱还吃不了。这怎么说话呢？你卖不卖啊？卖呀，太乐意卖了。呵，搁哪儿啊？你接着吧。大奶奶把那个围裙呢撩起来了。啊，过去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咱那个围裙。你接着吧。嗯，火起来。嗯，这是一毛钱辣椒，这一毛钱的。咱一看车里，嗯，就剩俩了。哎，好，那俩卖七块。几千吧。嗯，要钱了。嗯，几千吧。哦，几千吧。大奶奶一看心里聪明啊，高兴啊。是啊，一毛钱辣椒得便宜了。我的天，给这么多，不少。高兴，心里琢磨着孙子倒霉去吧你。哎呀，怎么还骂上街了？可是想到这儿又想一句话来。什么呀？肉见鼻子闻。哦，还得包贬包贬。对，我说卖菜的，嗯，一毛钱给这么多辣椒，甭问你这辣椒不辣，挑这个理。一说辣椒不辣，卖菜的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。怎么了？你说什么辣椒不辣？哦，你是中国人吗？哎，这不会说话这人。你吃过辣椒吗？辣椒有不辣的吗？也是。你这样，你吃一口。哎，嗯，你吃一口，你吃一口能把你肚那个小孩给你拉哭了。哎，孩子拉哭的。大奶一听，这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是啊，我就这么说话嘞。呵，你说话得有欺负人，我就欺负你了。枪两个人就吵不起来了。嗯，越吵不声越大，越吵不声越大。就是屋里面老太太听见了，是拄着拐棍就出来了。哇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这是啊，哎呀，儿媳妇啊，儿媳妇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别买那切卖菜的菜，别买他的菜，你偏不听。嘱咐过，买了。买了就买了吧，儿媳妇儿，
走，跟婆婆回家，走儿媳妇儿，跟婆婆回家，劝回来，叫儿媳妇回家。是，这个卖菜的一听老太太出来了，高兴了。怎么高兴呢？讲理的人来了，上岁数人。老太太岁数大，你得明白事理。对，就叫她。老太太，你等会儿再走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评评理。我讲讲理。这个娘们儿卖我一毛钱辣椒、哎、还娘们儿，我可没少挤他，我挤他两大棚啊。是，他说这个辣椒不辣。老太太你想啊，辣椒有不辣的吗？也是。老太太，我是做买卖的人，做买卖的人你得讲究良心的。老太太，我是亏心，我是你儿子。哎啊，他一琢磨怎么着，是你要是亏心，你是我儿子。对呀、啊，旁边站是我儿媳妇儿。哎呀，合着一毛钱辣椒，我这儿媳妇儿归你了。哎呀，这赔大了这个。这小子成心找便宜，这是啊。老太太不吃亏，嗯，上去，砰就一拐棍打上了。卖菜的一看老太太打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赶紧推车跑吧。跑吧，一边跑一边还嚷嚷。嚷什么？我的娘啊，老太太是疯子！哎呀，还骂老太太。嗯，一边跑，跑着跑着，头里有个空场。哟，是个尼姑庵，哦，是个尼姑庵，往车这一放，拿了半拉砖头往这一坐，想刚才那事情，嗯，越想呢心里越委屈，不舒服，越想呢心里越憋屈，对，想着想着鼻子一酸，眼圈一红，眼泪可就下来了，哭了，正哭着呢，正哭着，一推门出来两个尼姑，哟，一个呢拿着笤帚，是，一个拿着土簸箕。干活出来打扫卫生来了。好，一眼就瞧见这个卖菜的了。嗯，这尼姑心里有点不高兴了。怎么呢？说这个卖菜的你太不像话了。哦，你怎么跑我们这儿来摘菜来了？哦，你摘完菜把那扫不是吗？对，太不像话了。拿着这个土簸箕，这个过去要轰他。是啊，刚要轰，一看哭上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问问呢？问问。哎，卖菜的，嗯，你怎么哭上了？是这个卖菜的也不正眼瞧，眼泪呵呵的嘛，也不心里别扭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啊，早晨起来呀、啊，站在你们前面那个胡同那卖菜，出来一个小娘们儿。说到这儿呢，人尼姑不爱听了，肯定的。怎么了？小娘们卖那一毛钱辣椒，那没收鸡蛋，那鸡蛋两大棚啊。他说那个辣椒不辣，他说辣椒又不辣的嘛。他说你吃一口，那把你肚那个小孩给你拉哭了，还学。咱们两人就吵吵起来了呢。出来一个老太太就叫出儿媳妇儿回家吧，回家吧。那一看老太太得叫离呀、啊。对。那老太太说了，这是老太太是做买卖的人呢，做买卖不能够讲究良心呀、啊。有良心。讲良心呢，不讲良心，老太太我是你儿子。啊。你说到这儿，这个老太太不讲理呀、啊。是啊。老太太共谋啊。是啊，老太太拿那个拐棍啪就打了我一拐棍啊，打上了。你看看打我脑袋这起了大疙瘩来，打坏了。你说这是什么社会呀、啊？这是，嗯，你给评评理，你给讲讲理。尼姑一听，怎么着？人家老太太叫儿媳妇儿，你跟人当儿子，你这不明显不占便宜吗？占人便宜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赶紧走吧，走走走吧，快上别地儿卖去吧，别在这儿了，你打扫卫生呢。轰走！哎呀，都怪难呀！嗯，今天呢不应该出门啊。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啊。什么呀？我梦见姑子了。啊啊！俩尼姑一听，怎么意思？梦见姑子了？是啊，梦见姑子怎么了？对，你不知道呀，梦见姑子倒霉呀。还倒霉？我也是梦见老姑子还好点。嗯，昨天晚上我梦见是两个小姑子。嚯、哦！更倒霉了。嗯，两个小尼姑一听这话茬，这火腾一下就上了。肯定急呀、啊！拿着笤帚疙瘩，这个啪过一笤帚疙瘩啊！拿着土簸箕，这个啪一土簸箕上去，烫脚，棒一拳打上了。这是尼姑吗？这个？完了，这卖菜的一看，怎么又打上了？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赶紧推车跑吧！又跑了，嗯，又跑了。跑着跑着走那么寸，对面来一和尚，和尚。这个和尚啊也走迷了路了，哟，想找个人的打听道。嗯，你说你打听道，你找个明白人打听啊。是啊，他偏找这卖菜打听，问他的。嗯，就给他拦住了。嗯，哎，师徒师徒慢走，不是你干什么呀？你躲开你躲开、哎、师徒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？不是你闪开，不是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就是啊，那不能说话了，那一说话就要挨揍了。哎呀，挨两次揍了。不是有事您跟我说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嗯，哎，早晨起来啊，那个老太太打难就不说了。是，就拿刚才来说吧，
我的前头那空场那还缺着，现在缺着呢，出来两个人。俩人。那个模样进去这差不多。哎啊啊！我差不多。我替他说了，我说我今天不应该出门啊。我说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。是啊，我梦见姑子了。哎呀，嗯，我说梦见姑子不好啊，倒霉呀。又说一遍。我替他们两个人说了，这两人不讲理呀，伸手就打呀。对呀。你看这个社会怎么这么乱呢？就是。你给评评理，你给说一说。和尚抬头一看，是那边那空场吗？问问。爹，就是那边那空场。哦。活该揍你，哟，活该打你。你知道那空场那是哪儿吗？是啊，那就是尼姑庵。刚才出来两个人，跟我这模样差不多的。是，那肯定是小尼姑啊。就是，你说梦见姑子方人的倒霉啊，这都不能跟人家说，不能说着。你跟人说了，人能不打你吗？可不是，人能不揍你吗？对，一听这个，卖菜的，哎呦，俺的娘哎！嗯，刚才出来两个是尼姑啊。是啊，我以为那两个王八蛋是和尚呢，又打又来了。